这个市场，鼓励族人以大面积单一栽培种植。结果在一两年，族人发现单一栽培的方式呢，会引起这种病虫害，迫使族人要用一些农药去喷洒，这个对所在的环境就会有一些的影响。今年是国际小米年，全球都在关注现在气候变迁跟粮食安全。为什么在台湾，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还能够维持这么多样性？这个对未来的这个医疗，甚至这个粮食安全，都具有它重要的价值。在50年前呢，我们只要一整年只要一个地球的这个再生资源，也就是相当于就是我们可以好好的均衡的利用地球的环境。可是呢，到了去年后，我们的地球超载日在8月份就到达了，也就是说我们在去年的8月份就把去年当年一整年度的这个地球所以可以用的这个再生资源把它用掉了。走了，见识南岛，带你看见台湾，认识南岛。来后大家好，我是谢泽清，欢迎你一起加入见识南岛的行列。在 SDGs， 也就是联合国他们所定出来的永续发展目标里面呢，那其实里面就特别提到了，就是他把目标二，就是确保粮食安全，消除饥饿，而且呢能够让农业永续，还有他的这个 SDG 的第12个目标，也就是这个永续的消费以及生产。那这里面呢都回扣到我们当今最重要的议题，也就是粮食安全。那么我们可以从去年2022年然后一路走下来，看到了就是因应的这个俄乌战争的这样子一个发生，导致于全球无论是粮食或者是通货膨胀哦。你看在目前为止已经全球有30%的国家面临了粮食问题，而其中呢大部分的国家有90%的国家又有这个通货膨胀有超过5%这样子的一个比例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粮食的安全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因此在2023年，联合国包括农业及粮食组织呢就特别提出来2023是国际小米年。那实际上呢里面的小米这个 millets 并不仅仅指的是我们的小米，更多的讲的是其他的，包括了像是油芒或者是龙爪棘，而这些呢刚好是我们台湾原住民族最重要的粮食，也是我们长期以来无论在宗教祭上或生活上面会用得到的。那今天呢我们就要通过不同的角度来谈一谈，在台湾农业上面我们一直被忽略，但是近几年又开始要来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在今天的展览见识南岛呢，我们特别请到了两位专家老师哦，所以我们首先介绍一下，第一位呢是国立中山大学任教的巴清雄老师，老师你好。主持人好。那第二位呢是财团法人农业科技研究院的研究员苏梅英博士，博士你好。你好，泽清哥你好。好，那其实我们今天谈到的就是小米或者是说我们的粮食安全哦，从生物多样性然后一直到永续粮食，我要先请教一下哦，就是博士哦，那因为包括了农委会的这个原乡生态，他们在推动的所谓的这我们的部落像新农业的这样子一样，新的永续农业的这样子一个形态，那跟着就是在农科学研究里面啊，就是台湾的这些部落里面传统作物啊，就是为什么在今天我们的社会里面会慢慢的失位，是因为它不够产业化，或者说它现在已经跟我们现在的生活脱节了呢？是这个农作物跟农产品它整个在市场面的这个连结跟销售的话，你要有一个有效的一个成绩出现，一定要做这个产业链的串联。嗯，那有一些这个粮食作物，它如果不是一个主要粮食作物，它的关注度会比较低。哦，那在这个硬体设施技术的层面，可能会落实的没有那么的完整。所以如果说未来为了要强化我们的这个粮食的竞争力的话，可能从产滞销的环节都要去把它做全面的整合。嗯，因为我要请教一下那个巴教授，就是我们看到就是其实在传统部落里面大家最常想到第一直觉想到就是小米，那其实卢凯族里面小米也是一个重要的作物，对，那除了小米之外有没有其他的作物，除了在宗教记忆上或者主要粮食上，我们就原来我们族人都在食用的，后来他们又为什么会消失呢？
在卢凯族的这个农业来讲，它保留了相当多多样性的作物。嗯，其实他们的农耕方式是混作，混作，它不是单一的。嗯，所以它还可以看得到小米、台湾李、台湾油麻，还有高粱，还有甚至其他的作物，像甘薯、嗯、南瓜、米豆、树豆，在一块田里面看得到这个。但很可惜大家专注都是在台湾里小米，所以我们很感谢祖先一直保留这么多样性的作物。是我们讲一个最好的成绩，就是台湾里后来被验出它可以抑制大肠癌、嗯、但是过去族人从来没有想过它有这样的一个医疗的开发的潜力、嗯、所以我们很感谢就是祖先留给我们这么多样性的作物、嗯、它除了可以当粮食以外，它更是未来这个社会很需要的一个开发的一个安全粮食的来源。是，实际上原乡生态、哦、或者是这永续农业的发展，它是一直以来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只是近几年我们用比较系统化科学化的那种角度去思考。不过我们的先人呢，他们 有自己的知识体系，然后透过不同的宗教记忆传统文化里面来保留、哦、那今天呢，两位专家呢就要针对这样子的议题来跟我们分享。不仅是这样，在我们结婚的时候，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聘礼之一就是小米。这个小米除了它是一个聘礼之外，其实它是一个种源的流动，所以这个种源的流动除了彼此之间的交换以外，也可以透过这种的婚姻，可能是到这个村到另外一个村，这样的这个作物种源流动的时候、哦、就形成了一个在这样的大环境里面大家共同保种的一个文化。欢迎你回到展览见识南岛。在粮食问题上面，究竟我们应该怎么样去思考跟来了解呢？那今天的第一段的主讲人是来自于屏东雾台乡雾台部落的巴清雄教授。那教授目前任职于国立中山大学的社会学系，那么也是原住民在职专班的主任。那么今天呢，要针对他本人长期投入田野调查还有研究的，包括了传统农业、民族植物特性，还有原住民农业这个永续发展这样的一个课题里面，来跟我们分享的是极端气候下的部落保种以及文化延续。那我们用掌声一起来欢迎巴清雄教授。主持人苏老师，现场的观众沙巴马格纳尔隆若嘎呆巴茨格，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极端气候下的部落保种与文化延续。刚刚主持人说我在这个议题上有很多的研究，实际上我是参与者，我正在跟我们的耆老们有很多的学习。那我们在画面上所看到的，就是当我们提到小米的时候，它不仅仅只是一个小米，实际上在原住民我们还可以有很多的这个多样性的作物。画面上有台湾李，然后还有最近很夯的作物叫做台湾油麻，然后还有高粱、小米，这个在部落里面一直有。小米在我们生活当中、哦、为什么有它的这个位置，主要在我们结婚祭典或是祭仪的时候，我们都要酿小米酒。很可惜有人认为我们是私酿米酒，然后也因为这样的一个限制，限缩了族人在这样的一个文化上的应用。当我们在提到原住民的这些作物的时候，为什么能够持续到现在，主要跟环境有关系，更重要的是它跟文化也产生连结。那我们刚才讲说是极端气候，就算没有下雨，它这些作物它一样可以长得非常好，甚至是在遇到灾害的时候，对族人来讲是一个粮食的来源。我们知道、哦、就是根据这样的一个调查、哦、过去我们历年所发生的在台湾的极端气候，很多灾害都发生在我们原乡的族人身上。那从这个画面上我们知道，现在的这个气候越来越热，
然后有很多的这个农作物啊，它的产量也会受限制。那还好，在我们部落里面，我们还是保留了相当多的这些传统的作物，它是属于耐旱作物，我们也可以说它是在灾害的时候是粮食的来源。但是我们现阶段也正在面临了一个冲击，在南部还没有下雨，然后刚好正值是我们小米混作栽培的一个阶段，所以啊，族人啊也正在苦恼，到底这个小米撒下去之后还会不会有一个好的收成。过去我们原住民的这个传统农业有烧垦，也有这个采集，那很多老人家说啊，现在因为日治时代之后呢，这个很多农耕地啊就变成是定耕，不像过去啊我们要游耕，地力耗尽之后我们祖先会移到一个地方，让原来的耕地啊有休息的机会。但是啊，因为现在有很多的政策绑住了很多在山区的这个农业的发展，以至于啊就变成朝向这种定耕的农业，所以以至于这个地力啊没办法供给这个作物有一个好的生长。原住民啊从这个殖民时代有一些的这个舍去了传统的农耕改种水稻，然后我们也有很多的政府的政策，甚至现在的气候变迁还有产业观光化都影响了族人的生活，也慢慢这些跟传统的农业跟粮食啊有一些的脱节，这是目前我们在原乡看到的一个现象。那甚至于就是现在有外面的这个市场鼓励族人哦以大面积单一栽培种植，结果在一两年族人发现这种单一栽培的这种方式呢会引起这种病虫害，然后会影响这个可能迫使族人要用一些农药去喷洒，那这个对所在的环境啊就会有一些的影响。那族人哦也从这个一两年以市场为导向的这种生产方式呢有一些的觉悟，看见就是说祖先所流传的这些农耕方式才是善待这个环境最好的一个耕作方法。照片哦，这个不是古时候的照片，而是现在我们还能够看到的一些传统的作物粮食，像左上方就是南瓜，然后上面撒这个花生粉，那中间这个是水芋头的粮食，然后右边这个是在丰年祭的时候有一个小米占卜用到的食材是那个小米，然后左下角是树豆，那中间这个是有地瓜有米豆也有大家很难想象的香蕉在其中，然后右边是小米干饭，右下角这个是我们结婚非常重要的一个小米食物。现在我们气候越来越温暖，有很多这个马铃薯的产量也受限制，但是我要告诉在前面的族人，我们祖先很早就把香蕉带到我们的粮食里面，它不是水果，它是粮食作物。那未来如果马铃薯的产量减少，香蕉即将是取代马铃薯的位置，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知道我们祖先多有智慧。那这样的一个粮食作物呢，在部落里面哦，就不像我们每天吃米饭这么单调，它其实有很多透过分享的方式呢，我们在一年的里面都有多样性的粮食来源。我们为什么现在还能够愿意种小米，关键在于这样的一个作物跟文化产生一个重要的连结。刚刚前面我有提到小米占卜是在丰年祭之前，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仪式能够占卜出到底在部落里面明年的产业或是在安危上会不会有一些的这个灾害发生。然后不仅是这样，在我们结婚的时候我们都需要下聘礼，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聘礼之一就是小米。那不要看这个小米除了它是一个聘礼之外，其实它是一个种源的流动，所以这个种源的流动除了彼此之间的交换以外，也可以透过这种的婚姻可能是到这个村到另外一个村
这样的这个作物种源流动的时候，就形成了一个在这样的大环境里面大家共同保种的一个文化。那另外照画面上左边这个，我们也看到是在丰年期的时候，不同部落会把它部落的这一年所收成的所有的作物，不是只有小米，那也有芋头，也有这些高粱的，这些带到这个场域里面跟其他部落的人一起分享。哦，所以我们说啊，如果今天在部落里面没有小米这些多样性的作物保留下来，我们的文化也会跟着式微，这个是我们需要被提醒的一些现象。为什么小米族人还愿意种？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在画面上所看到的这个中间叫做小米头饰。在布鲁凯族的文化里面，如果这个家族或是这个家在这一年的收成达到120把的小米，还要另外举行一个小米负重到部落里面这样的一个活动，那这家或是这个家族族人会佩戴给他一个荣耀头饰，就是这个小米。所以我们在婚礼当中看到有人佩戴这样的小米头饰，我们就知道哦，这个人在农业上有他相当的这个技术。所以呢，族人会愿意在一年的里面用他的智慧，用他的劳力去认真的栽培这些小米农作物。所以在鲁凯族的文化里面，有时候你的这个栽培的小米都睡醒都很大，哎，那你就佩戴一个比较大颗的这个小米头饰。如果啊你的栽培技术稍微差一点，哎，那你的头饰啊大概就是只能有一些比较小的这些小米。所以我们从这个头饰啊，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人在部落里面的一个重要性。那不仅是这样，这个小米除了跟个人的这个技术农业技术有关系以外，更看见就是说我们这么多的小米，一个家一个家庭一个家族不可能吃得完，所以他会收纳在仓库谷仓里面。然后呢，这意思是说当部落的人遇到饥荒或是哪一家需要结婚的时候，他可以当作聘礼，甚至啊在饥荒的时候拿出来分享给族人。所以为什么他这样的一个头饰啊会吸引更多的族人去取得他的佩戴权。在88水灾的时候，我自己在第二天就跟着年轻的族人徒步到部落里面。因为我们透过媒体啊都说我们现在部落遇到了一些很严重的这个灾害。当我徒步走到部落的时候，族人看到我满身大汗，然后呢第一个时间从他的篮子里面掏出水浴桶，就是中间我手上拿的这个食物给我。然后我在路上的时候看到一个妈妈从田里面回来，我就很关心说，哎，请问一下，现在我们这段时间灾害期间你们都吃什么？这个妈妈就从她的篮子里面掏出左上角这个黄色的小米食物。所以啊，当外面的人哦认为山上的灾害很严重的时候，其实在部落里面他还是维持了粮食安全的，这个像芋头啊、小米啊、地瓜啊。所以啊，我们为什么说啊要保种？你看哈，在我们在雾台这个地方，我们还是有看到族人哦为了友善这个环境，所在操作过程中呢，他不会用大型的机械去破坏这个土壤层的结构，所以一般都是用一些浅层的这种耕地的方法来种植一些传统的作物。所以啊，族人为什么还能够平安的在这样的环境里面生存，主要他们在饮食上，他们在农耕的技术上都非常友善。哦，所以我们说这个除了要保种以外，它可以应付我们在极端气候的这个粮食安全。好，所以在部落里面哦，就是现在在雾台这边还保留了15个品种的这个小米。我在读博士的时候
台大郭煌仁老师发现在美国种源库里面有96个品系的这个5个族群12个部落的小米种，然后透过学术的方式呢把它引进回来，然后由我亲自送到这12个部落里面。但是我要告诉前面的观众，就是这些12个部落后来都没有做延续的种植。第一个，族人遇到了一些生活习惯的改变。第二个呢，过去的这个小米农耕地啊，已经被现在的经济的这个农作物取代，像我们看到的这个高山草、高冷蔬菜、高山水果，所以呢，我们这些传统的作物已经没有土地可以种下，所以呢，有很多的族人呢，现在要吃小米都需要透过外面的买卖来引进，这是一个非常可惜的一个情形。今年是国际小米年，全球都在关注现在气候变迁跟粮食安全，但是有幸的5000年前祖先把小米引带到部落里面，现在研发出这么多样性的小米品系，这个是全球所关注的。为什么在台湾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还能够维持这么多样性，这个对未来的这个医疗甚至这个粮食安全都具有它重要的价值。以上是我的分享，谢谢。在2022年的这个联合国农粮组织的调查报告，我们去理解说，现在全球大概有 10% 的人口是属于这个饥饿的环境之下，换算成人口数，大概有多少的人是在饥饿的状态呢？可以跟大家说，大概有这个8亿的人口。粮食的多元化多样化，它也回应了生物的多样化以及文化的多样化。而在这样子全球化或者产业链的结合之下，到底我们要怎么样来看待当前的粮食问题哦？那接下来的这位分享人是目前任职于财团法人农业科技研究院的苏梅英博士。那博士呢，他在这个国产稻米的加工甚至于他的这个推广上面呢，还有培育人才上面呢，它奠下了深厚的基础。那么今天呢，要针对的是全球化以及粮食多元性，来跟我们分享究竟我们可以在里面看到什么样的契机呢？一起来欢迎苏梅英博士。大家好，那今天呢，来跟大家聊一下，到底粮食的多元性跟全球化有什么样的关系呢？我们从近日的这个俄乌战争以及疫情的影响下，我们可以去理解这个粮食的供应的重要性在哪里。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在2022年的这个联合国农粮组织的调查报告，我们去理解说，现在全球大概有 10% 的人口是属于这个饥饿的这个环境之下，那换算成人口数，大概有多少的人是在这个饥饿的状态呢？可以跟大家说，大概有这个8亿的人口。那你会想说，这跟我有什么切身的关系？那台湾是一个宝岛，是一个物产非常丰饶，然后粮食多元化非常足够的一个国家。但是呢，我们思考到这个粮食的议题的话，就不得不去想台湾的这个粮食，我们在营养的供应上，在饮食的摄取上，我们到底有什么样的选择？那在这个饮食多元化的同时，我们有没有办法去兼顾到环境的维护，然后跟农业的连结，是不是可以让我们的这个地产地销的这样的概念融入到我们的生活，那减少食物的浪费，然后增加这个土地的多元利用性，然后在环境上可以去好好的爱惜跟维护。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我们自己在这个农业研究单位的这个粮食的报告。那台湾人的这个主食呢，可以说全球大部分的这个华人主食是以米为主。那台湾人每年每个人
一年大概吃40几公斤的这个稻米。那我们想一下哈，就是说它换算成这个一人一个人哈，一天他吃的量是多少？我们一个人一天吃的量大概就是一碗饭的分量哈。那第二个这个啊，我们最常吃的这个主食是什么？哦，就是小麦。那小麦它展现在食物上面的形式是哦，包括面包、包子、馒头，还有这个面条的部分。那我们一天吃多少的这个小麦相关的制品呢？哦，换算成这个食物的形态，大概就是三个面包，或者是两颗馒头，或者是两碗面。那我们回过头来想一下，米是我们台湾种植这个量最多的一个农产品，大概有这个一年可以生产130几万公顷。可是呢，我们想一下哦，小麦，小麦大部分都是这个进口的，台湾自己也有种小麦，但是呢，量呢大概只有不到1%。我们吃的这个小麦的这个数量跟米几乎要相等。我们再看另外一个这个类别，肉类的部分。饮食西化的影响，我们肉也吃的相当的多。肉我们吃了多少呢？吃的肉量几乎要跟我们这个米饭，这个主要的粮食作物几乎要相等。那我们就要思考一下，这样子的一个营养上的均衡来讲的话，其实肉类的摄取量会是一个蛋白质的来源跟脂肪的来源，那对我们的这个营养的均衡会是一个比较负面的影响。再来，我们的这个肉类的制品，它所养殖的过程当中所需要的这个饲料的来源，有60%是玉米。那玉米大部分是进口的，我们自己的这个国产玉米不到3%。所以包括这个小麦，包括这个玉米，包括我们的这个食用的这些动物，它的这个饲料来源，基本上很多的这个谷物是从进口而来的。我们自己去回头看一看，国人的粮食自给率大概只有30%。这样的一个思考的这个脉络，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去理解说全球的粮食的供应跟我们的切身关系在哪里？或许战争离我们太遥远，或许这个疫情已经过了，会觉得说我们的这个生活的这个品质慢慢回升了。可是当你想到这个食物供应的这个稳定性，当你想到我们购买食物的成本购买食物的价格越来越高的时候，那你可能就会有一些痛苦的这个指数生活指数产生。所以在这个台湾的农业面临全球自由化的贸易的时候呢，谁会赢？强者胜出。那所谓的强者胜出，我们的竞争力在哪里？台湾的农业基本上是一个小农耕作的一个地理环境，我们的耕地太过于破碎，那很多的农业用地，很多的山坡地，原住民的保留地，它被很多的这个不同的产业去破坏，然后去把这个零星的这个耕作面积无法完整的好好的利用。那当然我们的生产成本就高，那再加上全球的这个外在的环境的因素干扰，运输的成本增加，还有就是我们农业上肥料的部分，它所一些必须要的元素又是主要生产于俄罗斯这些地区，所以我们整体的这个农业的生产成本是提高的。那当然我们的这个国产的一些粮食作物的竞争力可能跟国外大农制度之下，然后请国家的权力在推动的这些国际的这个农业贸易，可能就竞争力就会削弱。那再来就是我们自己的这个农业在六级产业化，有没有产业链串联起来了吗？所谓的产业链有没有串联起来，就是在生产我们的耕作生产的时候，然后制造中间的这个加工形成食物的过程当中，以及销售我们面对消费者的时候，有没有把消费者所想要的这个产品的形式、食物的形式提供给他？营养的部分我们是不是有供应到？那消费者他现在渴望的这个便利性，然后他现在所渴望的这个我只要简单复热，或者我盒子一打开我就可以食用的这样的概念，
有没有涉及到我们的这个食物的供应链上。所以整个产业链如果说没有做一个好的串联，那很难把我们的这个各项的这个农产品好好的去做一个连贯性的这个销售跟服务，那也以至于就是说我们的农业生产没有办法去达到末端这个消费市场的需求。再来就是全球的气候变迁越来越严苛，还有一些政治情势是我们不可预料的，所以我们有没有充裕的准备，那这个会跟物种的多元性有相当大的关系。比方说像现在气候变迁的影响下，我们可能一下子连续的雨季会下很久，但是也有可能会干旱。那在干旱的情况下，我们如何透过原有的这个物种它所存在的这个基因可以去适应这样的环境，那这样的这个基因的保留，基因流的这个整个种源库的保存就是非常重要。那台湾因为是一个很特殊的这个地形，它兼顾了这个热带的气候、亚热带的气候还有温带的气候，所以物种的多样性多元化非常的丰富。如果我们可以珍惜这样的一个资源，那变成是台湾一个很大的一个具有世界竞争力的一个利基。再来政治情势的影响下，我们有没有把我们的这个鸡蛋都放在同样的一个篮子里，当我们在做一些农产品或做一些这个农业的技术的对外的扩张跟销售的时候，我们有没有一个多元的这个国家标的对象跟管道可以把这样子的这个农产品跟技术输出。那再来就是消费意识跟形态的转变，你有没有跟上时代的流行？现在台湾民众的这个生活习惯就是讲求快速跟讲求方便，那所以为什么即时的这个食品这么的流行？那我们的农产品有没有在这样的这个消费者的需求跟利基上去思考说要设计成这样的产品形式，那去符合这个另外也符合这个健康的需求。台湾的稻米、台湾的谷物像这个小米、红梨等等，那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这个食物的来源、营养的来源，还有机能性的这个诉求通通可以这个满足他需要的消费者。所以我们的这个消费意识其实就会决定了我们在前端上游农业生产的一些思考模式，你必须要跟着消费市场的这个需求去做调整。那在台湾我们自己的这个永续的粮食供应的策略上，生物多样性是非常重要的，它的一些古老的基因，那它或许会成为未来另外一个品种或物种上它所需要的一段 DNA， 它可以协助我们重要的这个谷物可能可以度过气候的变迁，可能可以度过这个环境的差异，可能可以协助有一个大量的生产去供应未来人口激增的一个食物的需求量。所以好好的去珍惜这个动植物的这个物种多样性，那非常的重要。再来均衡饮食的部分，因为我们人体的这个肠胃消化道就是适合在地的风土饮食，那我们自己的这个肠内菌还有包括我们自己在地的这些农产品，那它会有一个符合当地水土的这个成分存在，所以适合的这个食物适合我们自己的身体，均衡饮食让这个有益健康的这个饮食习惯可以去融入国人的生活当中，那这个也是永续粮食供应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议题。再来就是韧性农业，就是我们如何打造一个好的一个持续的这个消费者的需求跟环境，还有就是在饮食文化可以去做传承，那这个也是生产供应模式我们应该要导入的。在生产者他去实现一些永续粮食的一些做法上，作物整合管理非常重要，像刚刚我们巴老师在提到说我们的这个小米，那去混合栽种的时候，那它会有这个不易得病虫害的优势，还有就是说它如果跟一些平地的果树一起去种植的话，可能隔壁的农民如果说他有喷一些农药的话，可能会导致于我这个林田的污染，所以作物的整合管理非常重要，我们透过一些智慧农业，透过一些精准的这个
灌溉的技术，然后让这个病虫害的发生率降低，那透过一些这个微生物制剂的一个方法，让我们的这个在地的谷物杂粮可以好好的这个生产跟量化，那这个也是作物整合管理的技术哈。那这些相关的一些技术操作作为，我想我们的农业单位它也很努力的再去从这个各种不同的这个试验改良场的专家去整合一些相关的研究，那包括这个生产面的管理，包括这个在加工面的这个技术，那都会有一些教科书或者一些辅导农民的一些措施，那所以在这个生产的过程当中可以导入作物整合管理是一个很重要的一门学问。再来发酵的部分，发酵它可以让这个微生物的作用，不管在食物的制造或者说在这个农业的生产过程当中，发酵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过程跟工具，它可以让农业的生产品质质量稳定，那垂直农场就是另外一个可以去节省耕地空间跟节省管理能力的一个好的一个农业的这个操作方法，然后再沼气，那沼气跟绿能有关，那这个也跟整个碳循环是一个有很大的关系，那碳净零碳排就是未来一个农业发展一个重要的概念跟趋势，那也是一个国家农业竞争力的一个主轴。最后跟大家分享一个这个地球超载日的一个概念，那这个是一个国外的研究机构他所做的一个历经50年的一个资料的整合。这个算法呢，就是地球一年它所再生可以使用的资源，那去除以这个人类的这个生存活动所需要的这个资源。那在50年前呢，一整年只要一个地球的这个再生资源，也就是相当于就是我们可以好好的均衡的利用地球的环境。可是呢，到了去年，我们的地球超载日在8月份就到达了，也就是说我们在去年的8月份就把去年当年一整年度的这个地球所以可以用的这个再生资源把它用掉了。那你整年换算下来，你必须要有 1.75 个这个地球当年度的再生资源，你才有办法去负担人类的活动。那这个我们就要去思考一下，那所以这个粮食呢，不是只有我们自己台湾自己要去思考的一个议题，这个是全球共通的议题，那跟各位共勉，谢谢。台湾的农业技术水准可以把我们自己单一的这个作物把它应用发挥到极致。族人在种植的时候他怎么样友善这个环境，因为这个也不仅仅是吃的部分，他所在的环境是需要去维持。欢迎您回到《早安见识南岛》。那我们今天呢，要来聊一聊，就是包括了生物多样性里面来看这个永续农业。实际上呢，这里面也牵扯到的是文化的多样性。那第一个，我就要请教一下这个苏梅博士就是因为其实刚才在你的分享里面提到，就是说，其实我们要面对是全球自由化贸易的竞争。那其实，在竞争的话，那也一方面也回应到台湾的农业，其实是一个就是它没有大型，没有办法做大型耕作，然后也比较破碎化。那但要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那我们的在地的农业作物有什么优势呢？首先呢，我们自己的这个因为生物多样性的关系，所以我们的这个农产品它的品种种类非常多。那台湾的农业技术水准可以把我们自己单一的这个作物把它应用发挥到极致，不管你要做什么样的这个加工或营养上的需求，或者是医疗上的需求，甚至工业上的用途，你都可以去应用。那我们的这个粮食的竞争力在哪里？首先我们的这个粮食是新鲜的，那再来就是我们考量到这个全球的这个环境的议题来讲的话，那吃在地的这个农产品，那是可以让这个碳，刚刚有讲到这个碳的排放可以减少，那这个对全球的环境是有帮助的。希望说我们这个台湾在这个自己的这个粮食的自给率的部分可以再提升，因为目前我们自给率只有31%多，
是非常低的。虽然稻米的这个自给率是有超过，但是因为我们饮食西化的影响，小麦跟这个肉类吃的非常多。嗯、那我们在这个去年的时候，我们有通过食农教育法。那这个食农教育法，它的这个推动呢，需要长期的抗战哈、哦，这个会展现在我们下一代的这个成果会展现在下一代上。那这个食农教育法就是整合我们的环境、农业、食物，那整体去做考量，那结合这个横向的政府单位，包括教育部、农委会、嗯，然后还有这个原民会等等，那希望可以一起来推动，从这个观念的导入、地产地销，然后均衡的饮食等等。去让我们的下一代可以去爱惜我们的环境，然后可以去好好的珍爱我们自己台湾在地生产的这些农产品。那接下来要请教的就是巴教授，因为实际上教授刚刚讲的时候让我想到很多，因为我们回应的其实刚回应苏博士里面要讲到，就是说其实消费形态的改变或是像意识的改变，其实也改变了我们作物的方式嘛。然后我从教授分享里面我才理解到，就是其实小米要变成主要粮食，其实那个路我觉得好像非常非常遥远。就某个程度上，它是属于比较神圣的作物，它是跟我们的记忆、跟我们文化密切非常关联。可是呢，大家用部落的族人还是关心是它能不能产业化，能不能赚钱，这是很重要的。所以在产业化里面，而且刚刚讲到就是说，原来族人对这个作物、农地里面作物的整合管理非常独到。所以无论是在施肥或者是在病虫害防治上面，其实我们祖先就有很多很多的做法嘛。对，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就是其实我们面对就未来粮食就因应的变化，还有就是就是我们文化，其实文化我们快速的就是炒汉人，无论是炒汉人会从就国际化里面就影响到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就是刚其实博士里面讲到，就是我们吃东西就饮食这个方面要不要跟流行这件事，其实如果说国际小米年这样子，其实也很容易变成一种流行嘛。像刚才老师提到那个就台湾梨，对不对？实际上，它因为我们是也变成流行下的受害者，那我们要怎么样重新去思考这个问题呢？这个我在各地接触很多族人，就是他们也乐意去种小米，也想要产业化。对啊。但是我就问他说：“你现在有没有在吃小米？你都不吃了，你要怎么叫别人吃？对啊。而且你在讲小米的时候，从你表情很难看见小米有多好吃，热情，对对对。所以这个我是建议族人哦，自己本身你要去抓。其实我们很多好吃的食材，可以再把它恢复起来。那这样的话，你在讲的时候，别人就会有一种期待，希望能够吃到这样的东西。是。这也是老师现在在田野里面就真的亲身下去种的这个感受，对不对？是，现在我自己都下田种，对，我发现蹲着工种还是不简单。所以我们就可以看见，就是说族人哦，在种植的时候他怎么样友善这个环境。嗯，因为这个也不仅仅是吃的部分，他所在的环境是需要去维持的。是，所以呢，透过了这样子一个我们跟土地之间深刻的连结哦，实际上让我们能够更加的了解说，原来传统的这个农业哦，传统农业，然后跟我们自己的文化的延续有什么样的关系？那我现在请教一下巴老师哦，就是国际小米年这样一个议题，对我们来讲，今天有什么样的特别的意义呢？其实这个应该是说，之前这个印度他们都有保种的推动嘛，然后他就跟这个国际农粮组织提议说，希望这个小米它这么适应气候变迁，然后它有基因遗传多样性，能不能在2023年的时候能够成为一个国际小米年，让更多的人去关注这个物种。结果这个在2019年的时候，这个联合国就通过这个提案，所以今年2023年就是一个也可以说我们原住民发光的机会。对，因为小米这么多样的品系在台湾还被保留。对，所以除了族人在去富裕的时候，希望我们也跟台大的这个原知中心说，你们在台大这个地方这么多原住民的学生，为什么不去种小米多样性？你们可以在台北作为一个基地，那我们中山也成为一个南部的基地，那这样子从学生的教育熟悉自己传统的作物去带动整个部落，我相信这个国际小米年会是一个
很好的一个机会。是，那就那个老师，你在研究学者的角度看，你怎么看待这件事情呢？我觉得哈，在这个国际小米年的这个运作之下，那台湾确实也是一个小米的这个品种的原生地。那在这样子的一个台湾有这么好的一个地理环境，然后而且小米它的这个文化历史这么的悠久，它有它存在的价值。那它的这个基因的部分更是可以作为我们未来农业发展的一个基石，它可以好好的被保留，那甚至好好的被应用在这个未来在农业的发展上。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国际小米年的推动的话，基本上在台湾是一个好的一个农业发展的一个契机。那台湾的这个优势就是在这里，把这个我们自己的好的农业的这个品种好好的保留，那未来可以在国际的这个农业的舞台上可以去发光发热。是，其实对于我们就部落来讲，就是小米或者其他的这个传统作物的保种，不仅仅是农业跟生物学上意义上的保种，更是文化上面的保种跟延续。那这也是我们重新来认识就是国际小米年一个最重要的思考。那今天非常感谢两位老师来跟我们分享，从自己的专业还有这个实际操作里面，让我们了解到人跟土地竟然是有这么密切的关联哦。那谢谢两位老师。那展览呢，接下来还会有其他的这种从不同的角度来探讨，无论是我们传统的农业，或者是我们这个民族植物特性一些种种的议题。那今天再一次感谢两位老师，谢谢。谢谢。那我们展览见识南岛，下周再见喽，谢谢大家。为什么要去里番？首先就是我们的台湾山地拥有非常丰富的资源，日本觉得应该要去做开发。第二个就是为什么会发生牡丹社事件，就是因为青提国它清出了哈，把它当作华海之地，让日本有机会派兵出兵台湾了。第三个就是台湾番地的问题，如果没有办法解决的话，它一个非凡的帝国来讲的话，如果控制台湾控制不了的话，它觉得是一种笑话。泰鲁格战争呢，是被日本人视为五年里番计划的压轴之战，日本人动用了超过20,000。对付的原住民当时是估计大概有3,000人，所以一开始就是一个非常不平等，不管是人力还有武器，可是没想到打的是非常的惨烈。